大家好，我是鱼儿一家乐悠悠的可乐与小鱼。鱼儿一家这次来到冲绳自由行喽。这趟冲绳之旅，我们除了挑战自驾到处玩之外，还使用了高 CP 值的秘密武器，不但行程满满，还玩得超划算。赶快一起来看看我们是如何精打细算玩得充实又尽兴的吧。影片最后还会分享日本租车流程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要看到最后哟。冲绳喽！你好。到了那霸空港，我们现在要去取车。我们这次预约了租车，要驾车两日游哦。出来以后往国内线移动。皮卡丘。谢航下出口三个啊，等一下，出来之后到中间这边找第十四号月台，跟人员登记一下资料，确认人是谁。我们要前往租车的地方。好，我拍好了，来去开我们的车喽。还是不需要。那我们先，要不要先设定一下那个？出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一家乐悠悠的可乐与小鱼。我们今天、明天两天都会开车到处玩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去琉球王国，然后凤梨园，晚上再去我们的饭店。我们要住紫藤公寓度假村，然后我们住的地方离那个美丽海水族馆很近，明天就会去玩那里，然后就回国际通了。两天行程大概就是这样喽。我这买了面包，小鱼有这个。的炸鸡最好吃了，来洛森一定要买的炸鸡。我现在来到了冲绳王国，今天要用那个 pass 券来玩冲绳方案券，可以玩三个景点。来用这个方法券，我已经把我跟小小鱼的都输进去了。前往卡片清单，我们第一个是护照景点任选，然后冲绳王国的门票，到柜台出示 QR code， 出发。玉泉洞这边很大哦，很多东西可以逛。还有表演。我找不到妈妈。妈妈那边，我找不到妈妈。你找不到我是不是？对。哦。这样，对。找到票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得到贴纸了，皮卡丘的。还有。哎。不是，去姐姐那里。去姐姐旁边。去姐姐旁边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好的了。看
我，两个都看我。那像你口罩可以拿起来啊。这里可以免费拍照，我们去拍照。哦，还有增高的贴心。有在哪里？地。哦，外面在哪？地底旅行，吗？全动。哇，地板是湿的哦，走路要小心。岩窟王，哇，好大只的钟乳石化石，小心化石。这水也太清透了，干净的水哦，很漂亮哎。怎么滴成这种形状的？它是很壮观的哇，这个吗？有啊，错啊。这边有那个玉泉洞的地下水，你要喝喝看吗？来，喝如何？哈哈，知道为什么是错觉吗？有点酸酸的感觉。哇，对，好硬哦，好硬的味道。酸的感觉。对啊，香草。好，帮你拍凤梨。是小凤梨耶，好可爱，拍好了。番石榴，桶柑，它每棵树都不一样哎，各种树。蛋黄果是什么啊？好可爱哦。它都没有长果子啊，现在是香蕉哎、欸，是香蕉、啊，正要长出来的，应该是吧？是麦店啊，这里还是不要拉进去了。淘气工坊，好淘气哦，手作体验。好美哦！百事哦，莲花，小小鱼喜欢。好吧，时空旅行。可以体验穿琉球的服饰。可以在 ，But tell me what you think。哦，刚刚拍这个 ，OK。OK， 阿里亚巴。展览工坊。可以吃东西的。王国历史博物馆。分珠体验，哇，在这里。看起来是这里。可以做成这些东西，这样子。带小菜。好。这样，来。来，选一个，好好选啊。压下去。压下去。OK。完了。对啊，它可以把它镶进去，变成珍珠项链。它可以画，啊，可以画画了。好美，
Honey，Honey， 这么好看。决定我也来玩一个了，李伟翔，我也来玩一个哦。还真漂亮，你看，这是你自己挖到的珍珠哦。怎么那么小？哇，这颗也蛮漂亮的啊。好小哦。这颗也蛮漂亮的、啊。摸。没有，这颗蛮漂亮的，我觉得蛮亮的、啊。好。Big size no， small size。哦。是迷你版限定的，就是。哇，是我的吗？换你的。你也要是不是？啊，好漂亮！这边花了6100元，可以玩这个喽。哦，是蓝色。我喜欢右边的。我也是。好，来一段。来。我你喜欢小贝壳是不是？对。我喜欢那个贝壳。真的好小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较亮。会觉得。这就是温泉鱼嘛，你要看鲨鱼啊。这里是什么？蛇酒哎、欸，好像冰块哦。餐厅。好可爱哦！这花园漫的小鱼饼干，好多东西。看你要看什么？好大的汉堡！好大的汉堡！这是童装哎，这细沙好可爱哦。哇，好冲绳的洋装啊，好漂亮啊、哦！哇，这是绑头发的耶！我要那个好美哦。哦，那个是细沙。狮子。对，狮子。女生跟男生一起结婚。哈哈，是这样吗？可是跟弟弟不能结婚。小模型。这不就与小海洋公园卖的东西吗？啊，我看到一个，好可爱。盘子。哦，吃饭的盘子。它端上来了。妈妈。有蛇，有蛇。蛇的纸底哦，可以吹哦。那是什么？我不要、啊，这是妈妈。妈妈，你穿一下。对。外面卖的好可爱哦。你在看金沙哦。吃掉。啊，吃掉。皮卡丘。哦，上面还有。我被你吓到！不要跟爸爸讲，不要跟爸爸讲。你再过来一个，刚刚你吓到我，吓死我了。你要冷静哦。这石头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也再看小鱼吧。那乌龟。乌龟。对，超级的。哎，他们好有活力哦。爸爸。走吧。拜拜喽，冲绳世界。日本租车比较平台 Tabira 提供中文网页租车，无论使用电脑或手机，皆可简单操作。
只要输入希望的租车日期、取还车地点以及车型，即可搜寻到各家租车公司里符合需求的车辆，接着选择喜欢的租车公司以及车型开始预约。仔细阅读相关资讯，再确认预约内容，包括 ETC 装置及儿童安全座椅的租用以及租借费用。接着输入预约人姓名、email、电话及搭乘人数。如果需要接机服务，可以填上班机号码，届时下飞机便能搭接驳车前往取车点，非常方便。最后再确认一次预约资料，没问题就可以完成预约喽。顺带一提，虽然预约不用付定金，只需取车当天现场付款，但基于诚信，如果预约后行程有变，还是要记得取消订单，千万别做个失信的旅人哦。